黑塔女士单飞快讯，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，插播一条紧急新闻。黑塔女士遇袭一事终于有了下文，闽粤帮宣称对整起事件负责，并将采取下一步行动，协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。心间诸神离世一俗，无心顾及渺渺众生，唯有复创的恩主得领诸界沐浴毁灭的火光，总有怯懦小人妄图拒绝恩典，逃离此生。逃吧，尽管逃吧，无论逃往何处，泯灭终